别装了，就算你的易容术再高明，也无法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女人。明镜署苏慈，就是那个名满京城、眼睛可以通鬼神的少年神探。在下裴昭，明明是个将帅之才，倒成了这么个行为不端的浪荡公子。做个纨绔子弟，怎么比领兵打仗还累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来来，我有个秘密要跟你说。什么秘密啊？其实你一直都很好。租赁契约书？嗯。为承租人保守秘密，不得以此进行要挟、肢体接触等不合规矩举动，必须严格遵守同性交往之礼仪，若是有违反，承租人有权要求赔偿。一起吃个早饭吗？不得有身体接触，否则罚款一两银子。你这契约书我怎么感觉只是约束我呀？哎，你放开我。哎，躺下。你干嘛？我还能干嘛？做我该做的事呗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现在还不可以。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昨天还……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昨天被灌了药，意识不清醒，这不算数。裴兄，我不会让你白白替我报守秘密。我答应你三个条件，你随便提，我绝不会拒绝，我发誓。第一个条件，搬来我家住。这……难道你要食言吗？人是你清的。嗯，下一次如果你还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请提前告诉我，我害怕我没能及时发现，不能护你周全，相信我好吗？先想办法怎么出去吧，被别人看到的话会说闲话的。那就让他们说去呗，反正我会娶你的。这是两个花生，这是两个红枣。绣的有那么差吗？不管是花生还是红枣，我懂你的意思。相思红豆，你许诺过答应我三个条件，现在还有一个没有完成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做我大梁的齐王妃，做裴昭的妻子。裴兄，难不成苏大人想毁诺？以后就叫我夫君。可是我脾气古怪得很。我脸皮厚，脾气好。我女工也不好，做菜也不好吃。我好歹是个齐王，怎么会让你学花做饭呢？小苏，我这样一个有两副面孔的人，我这样一个忽男忽女只知道长安的呆子，以后还请你多多指教了。也请你多多指教了。你是我的。